在工作坊内底，唔免人定，就会当各自完成着糕饼制作的相关流程。即群动作看起来相当美丽的大汉囡仔，其实是皇家克林庇护中心所照顾的智能障碍医生。他的魔法哈，全部是手工的一个烘焙品啊，所以从较早咱是一个客厅级工厂啊，我基本是作业室就是我们的工厂。我全部的改变，下个礼拜来这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。智慧全部都改变成看不一样的状况。中心设立的是雀儿植物的烘焙坊，挑选着稳定对着烘焙有兴趣的医生，加入着三者行列。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训练，每种医生都会当完成各自负责的部分，包括着包鸭、庆冬、甲冬阴啊等工课。医生除了是生产手工饼、夏威夷塔等等点心相当在行之外，推销的鸭嘛真厉害。对，这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手工饼干，这是杏仁抹茶口味的，然后这一包这可可燕麦口味的，镜头这样看一下，对，很棒，好，然后还有呢，然后就是咖啡爱梦口味的手工饼干。皇家克林庇护中心设立超过着40栋，然后搬过着几个所在，后来伫南区清水路落地生根。目前收容超过着100位无同款智能障碍的囡仔，透过着课程、甲烘焙坊以及农场的这个训练，互医生找到家己的兴趣甲自信。自主独立，展翅高飞，也许是梦想，至少可以让这些喜鹊儿珍惜平凡的工作。只要肯努力，生命不会只有身影。伊烘焙坊因为有一群训练有素囡仔来加入，中秋节来到，几项应景的咧啊商品相当受到欢迎，应付着目前的订单的需求，和这群囡仔是无应该相当欢喜。南天新闻台记者陈采访报道。